欢迎收看《非你莫属》，我是大卫，欢迎八位企业家，欢迎各位，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，欢迎二位。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第二现场的三位嘉宾：韩晓波、陈晓波和冯晓雪。欢迎三位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第一位求职者，唐小燕，33岁，河南人，首都师范学校旅游管理专业，专科学历。主持人好，各位嘉宾大家好，我叫唐小燕，今年33岁，来自河南，目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10年左右的时间。那平时工作的对象呢，基本上是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有点话痨，喜欢跟人沟通交流，性格是属于活泼开朗的。今天在这里呢，主要是想找到一份主播这样的一个岗位，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工作，谢谢。欢迎你，唐小燕。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对，都能聊得来。对，来，你先跟我们广圈大哥聊两句。你好，广老师。谁？广老师？怎么不叫赵老师，要叫广老师？哎，嗯，我觉得这样叫老师会显得比较亲切一点。那你为什么不叫全老师，叫广老师呢？就是上来先看到的是这个广字。叶子龙呢？子老师。叶老师多好听呀。